我强调的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进步，它的最根本的动力不是在于高层怎么样自上而下的做，而是在于民间的这种自发的动力，它是难以阻止的。The following interview with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was conducted in April 2008. It was one of the last television interviews he gave before being jail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7 months later. I'm Liz Jackson from Australian Television's Four Corners program. What are the fears that a writer like yourself has now in the China of today?在一个独裁的社会做我这样的一种民间的争取民主的事业，就我个人来讲所遭遇的风险，可能随时准备进监狱啊，这些东西呢，对我个人来讲并不叫我感到多么恐惧。我如果感到特别恐惧，我就不会19年来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感觉到恐惧的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它会波及到你的亲人，它会给你的亲人的生活、心理，包括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困扰。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的生活，我觉得用我的讲，就是说，就是在两个监狱里，出了有围墙的小监狱，进的就是没有围墙的社会的这个大监狱。我的电话、我的电脑，包括我的行踪等等，都会被公安局，都会被中国的安全部门、公安局监控。那么对我来讲，我自己认定了这个价值，我做这样的事情，即便冒风险，我自己能承担了。但是有很多情况下，你不是你自己，你有你的妻子，还有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人，对他们心里造成这个恐惧，是我就是从内心深处，第一个感到比较内疚，第二个我有的时候会感到恐惧的一个原因。我就是非常幸运呢，现在呢，我这个第二个妻子呢，刘霞呢，她在这些方面呢，她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也是非常有担当的这么一个女人，她能够理解我做的很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也警察也有的时候经常跟踪她呀等等。You were one of the top signatories in the open letter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Tibet. What was the reason for the open letter on Tibet?写公开信的这个理由就是说，第一点，发生了西藏这么大的问题。那么呢，引起这么多关注，我们觉得呢，中国的汉族人的知识分子应该表明自己关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吧。这个东西呢，就是中国是一体的，西藏人的人权问题实际上是跟大陆内地的所有的人权问题在一起的。关注西藏的人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关注我们汉族人自己的人权。还有再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缓解官方为了他刻意制造这种汉藏之间的冲突矛盾。那么我们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我们要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There's a debate about whether or not increase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a country, indeed in China, will bring greater democracy.That as the middle class become more educated, they'll demand more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re's the alternative view, which is that increased prosperity means that people aren't so bothered about human rights, that here in China, everybody is happier now because people are richer and that the group who are pushing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s getting smaller. What's your position on that debate?这个我觉得经济发展，只要这个经济是按照市场化的规律这么越发展，它肯定是会促进这个社会的政治进步跟人权的。你想想中国现在，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这种状态，他有很多人敢于说话，敢于出来说。比如说张一和女士，她就有个著名的理论，她说现在如果我们的饭碗还像50年代那样捏在共产党的手里，那么我们这些人只能避嘴。那么这个东西事实上，在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了之后，它促进了中国人权力意识的觉醒。你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如果政府拆了一个老百姓的房子，大家不会有任何声音。
那么现在由于经济发展了，这种私有产权观念随之慢慢的清晰了，明晰了。那么现在中国政府，你就是在经济层面也好，政治层面上，你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大家就不会再逆来顺受，不会再沉默了，大家都会在说。But realistically, how many people in the huge population that China has know enough or care enough to speak out publicly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now? Do you ever feel like...that you're just a small minority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afford to just contain or ignore? 这种事情呢也很难讲了。像我这种直言不讳的批评政府，我从九九年出来到今年2008年已经是9年时间了吧。不断的有人说小波你快进去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吧。那么我觉得呢，政府他现在在这种越来越大的民间压力下，他抓一个人判一个人，他还是要计算政治成本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知名度的人吧。政府你不能说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就是说国外有一种好像我们这些人的声音政府觉得他不在乎，其实他要是不在乎，他不会花这么大的力量来监管我们，来看我们。而且我觉得我周围的这个群体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敢于公开说真话的这个群体在不断的在增加，每年都能看到这个人数的增加。我对中国前途的乐观，我也不看官方怎么做，我主要是看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但是中国的事儿不能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Within your lifetime? 也许我可能都看不到，尽管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